现在我们开始操作饮食压触摸摆件，首先放置正确位置，按住真空按键 C 柱平台，然后把跳胶的摆件轻轻撕掉负担胶，然后用手轻轻捏住，来，放置正确位置。现在金色显示这个排线，白色显示我们液晶线路，看它位置对齐。压合开始，现在我们压进左边，方法相同，先放置正确位置，按住真空按键 C 柱平台，对接排线员，位置对好，用手指轻轻按住一下，然后松掉 C 柱平台，把屏幕移至右边，放置位置 C 柱平台，然后启动压合开始。压合结束。